主料：打印海鲜250克，西兰花500克。辅料：姜蒜蓉、橄榄油、黑椒汁酱一勺、生抽、白糖、胡椒粉、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先处理西兰花，切成小朵后开水焯后装盘待用。打印海鲜同样开水焯后待用。烧热锅倒入少许橄榄油之后，放入姜蒜蓉爆香，放入一大勺子黑椒汁酱，少许生抽、白糖搅拌均匀。将焯好的杂锦海鲜加入翻炒片刻，放少许胡椒粉，炒均匀之后勾生粉见熄火，将杂锦海鲜与汁淋在西兰花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由于黑胡椒汁酱是咸的，煮的时候只需放少许生抽、白糖调味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